哎，别玩！我是思明，今天我们要来玩这一款越南游戏制作公司制作的恐怖游戏《探探》啊，应该是这样念的哈，我不知道，我应该要问一下我的越南邻居安迪。那这一个游戏会吸引我的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它有这个越南的恐怖元素啊。因为你可能玩过很多恐怖游戏啊，泰国啊、台湾啊，又或者是美国什么之类的。可是哎，这一次是越南，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新鲜感。而且我看它 Steam 的那一个游戏界面，它里面的那一些美术风格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对这一款游戏是非常的期待。虽然说它的评论区有一点两极化，但没有关系 ，OK。游戏都是要自己体验才可以给予评价，我们立刻开始吧。非常好，它的界面没有这个惊吓点，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恐怖游戏了。可是，一开始就有一堆尿声。哦，哇，还有这个医护人员的画报。Told me the online night, why? 哇、哦，越南风气来了哦。可是 bro, wait a minute, 它这个移动有一点慢。Really, nigga? 哎，不是，我要 setting, bro, 我要 setting, 哇，发差评，哎，它真的是不错啊，画质其实，喂，哎 ，Holy motherfucker shit, 我只能往前走是不是？哪 bro, 应该是没有人，鸡巴有人啊，思明 ，What the hell?我直接走过去就是了，是不是？那，哎，我刚开始而已哦，刚开始不应该要这么多惊吓元素你吗？看他这个滑鼠移动很毛啦，鸡巴是这样。OK， 然后呢，非常有越南风味的厕所，可以跑吗？不能跑，鸡巴！可是啊，美术风格不错，不得不说真的很好啊。OK。What's up?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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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鸡掰！哎，没事没事 ，OK， 可以开啊。不能开，鸡掰，不要看了，市民走了。干，我就在这个走廊走来走去吧。然后开始讨厌这个游戏啊！哪里开哪里开啦，靠背哦。我知道这游戏啊，吓人点大概就是这种来来去去的吧。咦？棺材耶！咦，谁来的 ？Hello， 干太暗了啦！哇，起来喂！对不起，对不起 ，OK。哎，其实讲真，这样子有点无聊。你觉得？不，不无聊 ，OK， 很好，是做的非常好 ，OK。赶快玩，我们赶快走啊！这什么？哎呦，八哥吗？八嘎八嘎，有钥匙！哇，抄袭抄袭第一圈康！哦，没有，好像是他先出的，不好意思。What the hell？ 你妈这个笑声就很越南了。干他妈超诡异的，爬过来的时候 ，What the hell？ 超恶耶！啊，第一张 ，OK。虽然说刚刚走那边是有一点无聊啊，把还好啊，目前垃圾一堆耶。哇，他很会分配这个地方给主角嘛。那什么 ，unhack 能 hack 突然呐，地址吗？老娘我嚟咗。嗯，换了去男生喎。佢等空点到个。以为我找不到。所以说刚刚那一个公寓是闹鬼吗？找到数字四的房子，哇，他这个提示，他妈的，幸好他有闪一下，不然我都不知道他左上角有任务叫我做。哦，这个摩托车，你看就很越南吗？是不是？哎呦，他走路真的好慢哦，他走路这么慢，我觉得他有限制到我要去探索那一种地方。啊、你妈，他妈的谋财害命耶，谁呀、啊？啊，看这边根本看不到天空啊，七百，哦，是有问号。是吗？喂，后背。那有吉娃娃。好了啦，不要再吵了啦。干，再叫我要退费。啊，鸡巴呀！他妈的下山懒招数。OK， 我大概搞懂这个游戏的一些惊吓点。
摩托出来的，他妈我以为死人头，是我非常惧怕的那一种 ，OK， 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可能是周围的孩子，这是什么鬼翻译？那妈库克直接在线翻译的吗？放大、缩小、旋转，好，偶尔这样旋转，然后他妈有够迷眼，旋转到放下。把乱刀奶拿一双，把那刀奶拿一双。哇，这游戏有物理设定哎，走过去会粘到上面呢。那这走廊啊，有没有要？诶，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视频。哇 ，F 罩杯耶 ，What's up？ 小威，你头白了，蛮多杯。小威 ，OK， 你要什么？拿起掉的东西，帮助面条商店的所有者。这翻译真的，红色塑料桶，越南的常规塑料桶模型啊，带有大量油脂的旧水桶，可能用于洗碗。OK， 所以这个在越南来说是用来洗碗的桶，是不是 ？OK。洗洁精，我的号洗碗液，一种普通的洗碗液，芬芳且便宜啊，瓶子只有一半。号洗碗液，一个古老廉价的尘土盘，竟然在越南餐馆中使用，他们都用这里来扫了吗 ？OK， 哎，我要讲剪啊 ，F 罩杯哈，哦，按 F 剪起，按 F 剪起，啊，不能直接剪，他要你按，哎，这样，哎，我剪好了，这样，啊，给一点回应我啊。Hello， 啊，这边还有一个、啊、毛巾，从旧的 T 恤下剪下来的秋布，所以现在家里使用秋衬衫，这是家要不，妈妈我们也是 OK。还有什么？这个烟纸哦，还有这个海绵，一张泡沫用来洗碗碗和筷子，蓝黄色的部分用于怎么举这一盘，这节不是这一节用于喝酒 OK。那这个翻译，这个烟看起来可以剪，可是就不能剪哦。这边还有两个东西，是什么？注意力，对于某些地方写个字用 I， 然后写着 What？桶吗？我要用桶吗？不可用，干，我完全看不到它是什么东西耶 bro。 这个哦、oh, OK， 然后这个呢，他妈我是在猜而已，我眼睛他妈的直接眼干去了这里。然后桶还可以放东西吗？哦、oh, 哦、oh, OK， 嗯 What， 桶应该是要放布吧， OK， 还可以再放。然后呢，海绵啊，你刚刚不给我放海绵，现在又给我放 What the hell， 擦屏哦，我要擦屏哦。哎 F 罩杯，敢不敢讲呢？葵花瓜，我要去找房子啊！咋、啊，không có gì bác ạ, cháu đang đi tìm nhà trọ ạ. Cháu đang đi tìm trọ ạ. Vậy hả? Thế cháu tìm nhà nào? Dạ, cháu đang tìm nhà số 4 mà mãi không tìm ra bác ạ. Bác có biết nhà số 4 ở đâu không ạ? Đây à, có biết cái nhà phòng giang to phòng chứ? Sao? Nhà số 4? Cháu có chắc không đấy? À, cháu có chắc không đấy? Đúng rồi bác ơi. Nhưng có chuyện gì hả bác? Cháu ơi.Nhà đó có先生，他是先生来的没？他 F 罩杯哦。Bác nghe nói nhà đó ngày trước có nhiều người chết lắm. Cháu nhớ cẩn thận nhé. Nhà số 4 ở chỗ cánh cửa sắt ngay sau lưng cháu đấy. Wow, 你妈 F 罩杯瞬移耶！查看后面的旧铁门。什么？不是自己吧 ？What the hell？这么大无端端会发出排毒牌啊？排毒牌是什么哈？没有啊，没有东西可以按了。哦、oh, ，这里啊 ，Angie 哎 ，What？ 谁叫我 ？Amber 在哪呢？哦、oh, ，上面啊，手嗨，哎，什么事 ？Amber 我爱啊，有劝你吗 ？Em？ 啊，赚钱吗 ？Em 在 nhà số 4 phải không？ Em muốn thuê trọ ở nhà đó à？ Dạ ha ha。Ừ đúng rồi em。À nâng chung vậy。Chuyện gì vậy？ Chị gái thuê trọ ở nhà đó tháng trước vừa mới đi viện đây。他这诡异音乐来得很莫名其妙哎。啊？tại sao vậy em？ Em nghe nói chị ấy bị sốc vì chuyện gì đó nặng lắm, đến nỗi phải điều trị lâu dài trong viện tâm thần. Anh cẩn thận đấy nhá. OK. Ừ, cảm ơn em. Anh nhớ rồi. Tạp bún em, tạp bún em, xin xin mà. Tạp bún em. Hey, 妈的，谁家的孩子没礼貌，鸡巴跟这鸡娃娃一样。他在画八哥耶。Em đang vẽ gì vậy mày? À, em đang đặt xin đặt vai. Hey, answer me. 不讲话哦哈。哦，这个足球是你叫我是不是鸡巴呀？哦，哎，他衣服有这个彩蛋哦 ，True Keep Game 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制作组。回去检查早期的铁门 ，OK。奈布摩亭台。OK， 主角有帕金森。鬼打墙，哇，中文字驱魔，很有亲切感，哇。Holy motherfucking shit！ 怎么会自己会这样嘞？
哇，干，哎，可是他这个美术我是觉得挺美的哦，没有开玩笑哦。What？马赛克和一个精美的摩埃塞盒子用代码锁定，还电影上的部分重要的秘密。OK， 不可以剪吗？Holy shit！ 有一堆尿液。What？ 干嘛？这里可以过吗？不行啊！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烟子上还要讲讲，我现在要讲哦，要解密 ，Holy mother fuck shit！ 哎，密码在哪里？密码在哪里 ？Bro bro bro， 密码密码，这有号码哎，四三二三，可是我要怎样看呐、啊？四二三，四三四三吗？是有这两个号码？不是哦，是你妈啦！两个礼拜以后，二四三七，哦，三七。二四三七吧，等一下，等一下，再给我一次机会。等一下，等一下，要不就三七二四。哦 ，OK OK OK， 对了对了，哎哎，对对对，打火机。OK， 哎，捡起来，击败。哦，使用打火机是不是？是不是？烧掉这些线嘛，对不对？我他妈幸好哦，是明你眼干了。烧一烧，直接烧死自己天才耶！这主角很迷耶，玩到现在很迷耶我。杨洋睡醒了，哎，我进来了。哎嗯哎嗯，找到进入屋子的路，我已经进来了。哎呦，他妈超暗！咦，呜、哦，超贴切平民生活。OK， 这是什么？我懂。电器商吗？不知道。哎呀，他走路真的不可以加快的，好像在逼你体验那一种走廊的压迫感，你知道吗？你看我又要回头了，这个时候，娃娃哎、欸，Oh my god， 他龟头掉了，然后呢？稻粉的玩具小雕像。稻粉，哈哈，这个小鸟声，他妈的，我家附近有。哎呀，鸡巴，怎么会有个死裸男在那边？哎呦 ，What's up, man？ 那我已经预料他会突然冲过来 ，OK？ 他妈，他一定的鸡巴、啊，我就知道，靠，妈，你有头风是不是？哎，没有看到鸡巴 ，What？回家是不是？你回家我也回家了呗。你看我走前去没有东西，我现在又要走回来了。这也不可以开啊！哦，要进动画了，鸡掰！比地狱前堂还会变钱耶！这一款，哇、哦，有钱人又是梦想，又是做梦是吗 ，bro？ 哇，这个，哎呀，这个 gaming set up 就很 YouTuber 啊，你知道吗？哇，这个麦克风抄袭，他妈看不起你这种人呢，就是我这边我光是看他装备就可以看很久 ，Steam 哎，这一款是 Pacify 吧？应该哇 ，PS5 哦，哇 ，ROG 耶，是不是赞助商哈？哦，自己可以开。有一份信，母亲的信，亲爱的，搬到新房子后，你最近还好吗？我的健康仍然稳定啊，我已经很久没收到你了，你父亲的耐心用完了，家里一切都很好。昨天特朗夫人过来要求我们成为他的公婆，现在是你打劫的时候吧？现在是我打劫的时候，是他妈三小，我要结扎吗？顺便说一句，下个月就是狼叔叔的死亡年度纪念馆，如果你有空闲时间，请回家加入我们。哎，我大概可以理解到他说，可能大概是说什么，他妈有病，然后他爸很生气啊，然后特兰夫人要这个男生做他的女婿吗？然后要结扎，不是？哎呀，他这个翻译很迷啊！身份证，粪便，我的妈！男性越南酸 L A 破下亚荷内，不是不是，我说男主的姓名怎么会叫粪便呢？是在开玩笑还是什么？这可以拿吗？等一下，这个房子，哎，不是我们一开始有一个棺材 ，What the hell？ 原来我们已经进来了这边吗？
那小时谁打的电话？这个时间谁打的电话？我必须接电话。你老妈吧？迪安。Hello。Hello。Hello。大平安，你没ngủ chưa？ Tao vừa ngủ được một tí thì lại gặp ác mộng。Mà ác mộng kỳ lạ, mà tuần vừa rồi mày mơ thấy liên tục đấy á. Tao đã bảo mày đừng thuê nhà trọ ở đó mà không nghe. Mày có thiếu tiền đâu mà chui vào chỗ sập sệ như thế nhỉ？对啊，你看，光看他的装备啊，妈死富二代来体验生活，是不是？太熟悉命了。thôi được rồi, nghe này, tao đã tìm được thông tin về căn nhà mà mày đang thuê đấy. À hả? Thật à? Có đúng như lời đồn không mày? Giao diện sư dân đúng không? 20 năm, toàn bộ 3 người trong nhà đấy đã chết một cách rất là bí ẩn đấy. Vụ này từng gây xôn xao một thời gian dài. Xung trái à? Vậy sao? Có không tin tao được à? Người ta còn đồn thổi là sự cố 20 năm trước liên quan đến một cái hiện tượng gọi là thần trùng đấy.Thần trùng là cái gì? Nói ra thì dài lắm. Thôi giờ tao sẽ phách sang cái tài liệu mà tao tìm kiếm được trên mạng cho mày nhé. Ok. Gửi tao đi. Nhớ đọc kỹ rồi mà sớm mà chuyển đi nơi khác đi. Tao thấy nơi này không ổn đâu. Ok. 这也是怎样当年有人开性爱趴开到死掉，是不是？河内安全报纸的传真副本呢？一个家庭的神秘之死，公共安全机构正在1994年11月11日积极调查 PV 先生家人的突然死亡。众所周知啊，该事件使其他公民感到恐惧，并创造了许多虚假的谣言。根据最初的调查信息呢，很难解释家庭中三人死亡的原因啊，离奇死亡哦。但是现场检查并没有任何战斗的迹象，也没有丢失房屋的财产，因此这可能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公共安全机构拒绝透露有关。此案的更多信息，阿兵说这些尸体呢已经送回给他们的家人去参加葬礼。据报道 ，PV 先生的家人们在朝霞区拥有一家相当大的时装商店，但是最近一次由于对商品起源进行了调查，该家族企业已被暂停。我们将继续更新有关死亡的这些信息。八哥耶，关于死亡的文件，什么是死亡？根据民间传说，死亡是导致吞坦的恶魔，这是一个现象。在这个现象中，哀悼时期出乎意料的发生，他采取了一只红嘴鸟的形式折磨死者，在某些日子或者某些时间死亡，就是说这只鸟出现就会预言说会有人死，是不是？病符或死者的亲人抓交替的意思吗？在某些地方人们认为这是一个神秘的上帝审问死者，以便他们可以揭示亲人的名字，然后上帝将他们带走。什么是团汤？当家庭成员因疾病或事故突然死亡的时候，也称为双重死亡，被理解成一种现象，只不过如果我一家庭成员突然死亡，那些后来死亡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对先死亡的人感到厌倦的人啊。就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突然死了，他可能因为疾病还是什么，然后连续不久后又有一个人突然死了，就代表后面死的那个人是之前很厌恶之前的那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嘛，就是很嫌弃他之类的，就类似一种什么因果吗？这种现象是在一个糟糕的小时死亡无法去天堂的人们。也有传言说，如果一个家庭遭到了双重死亡的麻烦，他们只能依靠熟人的模式来解决它，受到诅咒的意思哦。然后看完了，我学校下午也了解有关这所房子更多信息。 OK， 还不可以出去上网。哇，我的山破鸡巴！为什么互联网现在就是不是检测的 ？What the hell？ 垃圾 window！ 检测者用中了调制解调器。咦，我们要出去了 ！Holy motherfucker shit！ 喂，要一起去吗？干，没有人要屌我鸡巴。对嘛，就是这个走廊嘛。干，哦，这里，我的 WiFi 6坏了，调直接重置。OK。拜，思明，你很犯贱的。人家没有叫你走过去，你要走过去哪？你看这边又有人要来什么？我跟你讲，干不能走啊！哦，没有，我自己开去了。说，哎，看他电脑怎么会像是窗口和位置？没什么，我讲，哎 ，bro， 我不要再出去了哦。看你有两台电脑啊，你用这台啊，这台看起来信号就很好咩？那不要再闪电了，再闪电就烂招数了。下面有一个越南的气球，哪个知道？妈的死猫咪！这么奇怪，无法重置它，也许调制就是这样。我需要去洗手间。What the fuck？ OK， 上厕所。那你上厕所就好啊，干哦，干不是老二。
他死亡的方式是被烧烤，是不是？整个人黑掉去，干我还能动哎，鸡巴，不要喊。什么？刚刚发生了什么？拜，我要回去睡觉了 ，OK？ 哎呦，我干，你搞完很有爆发力嘛？What's up？ 李安就是我的。Hello， 没挂，录不录挂？tao vừa mới gặp ma xong đây. Alo, alo, alo. Thế anh à, có nghe thấy tao nói gì không? Alo. Nghe này, tao vừa tìm kiếm thêm được thông tin về cái đêm mà ba người trong gia đình qua đời. Hóa ra. Chú gì mà? Holy mother fucking shit. À, mèo bán xe ok, à, xoay chéo ok. Mày nói gì tao không nghe rõ. Alo. Dạ, tao alo, xoay chéo chỉ bài. Chết tiệt thật.Sao lại mất sóng lúc này cơ chứ? Nà, nì chẳng mình thiên trái cáo rồi, lý khai chơ phán chứ, nì mai nì chú suy chào ơ, chí bay. Cảm thấy yếu xin xin chẳng hả? Nì thiên đo nếu nì chú wifi chú tươi rồi, sư sư. Ồ! Ồ! Ồ, thà má xin hào, mình có trở về chú, à, đây là chú khẩu à. Uầy! N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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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ì hồi hồi quản sang lại, sư sư, n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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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ặp mà mà. Nà, sui, gặp mà mà.我这个旧铁的一个旧铁的需要打在这东西打开它，没有钥匙，这也是天台吧？这游戏唯一行走的比较快的方法就是你下楼梯，你知道吗？在干啊！妈的嘞！家庭照片一家全家福，是不是房东的家庭照片？上面写着2019年10月16日，吴叔叔家族周年纪念的他们的家族的照片，后面有什么吗？什么都没有啊！办公室只写的日记页面的2020年1月14日，我必须去其他地方居住，我不能在这个房子，我不能卖掉它，我不能住在其中。去成这样的地方有什么意义？虽然幸运的是一个老人被要求在一个真的相互那个地方太老了，潮湿，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它，我将它先卖掉。哎呀，搞不懂啊！这个翻译存款合同卖了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房子是要卖掉了，是不是？他们也不想继承了，不知道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气人心，弄开。哦，出去了。等下个我哪里不会突然冲出来，是不是？看门被上锁了，我要怎么走？居然是有人可以吃东西。找到简练的东西。哎，你是在磨刀吗？借你的刀来用一用 ，OK？ 刀还不可以掰。这个盖吗？他妈的，原来是在这里呀、啊！我刚刚明明看上去没有东西需要做的，但是就椅子嘛，是不是？你看，当然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给差评。你可以说我是眼干 ，OK？ 可是真的很有点莫名其妙，不能这样形容。哎、欸，赵北，为什么我可以捡超云卡那些？什么意思？捡不掉的意思是不是？bác gì ơi， giúp cháu với， bác ơi， bác có nghe thấy cháu không đây？我该怎么办？不，我在外面的时候，外面的人看不到我吗？找人提供帮助，欢迎动物姐帮你妈啦 ！Hello， 妈子ơi， bác có trong đó không đây？ giúp cháu với， cứu cháu với bác ơi！ 哎，鸡巴！你爹，你爹呢？不biết bây giờ được không？ giúp cháu với， trong nhà thấy như có ma bác ơi！ sao？ mà nói sao？ cháu vừa nhìn nó xong bác ạ， giờ thì cháu không thể ra khỏi đây được nữa。Mày nói thật chứ? Mày gặp ma trong nhà nó vẫn bình an? Dạ vâng. Nhưng mà bác ơi. Vậy là trời giúp ta rồi. Nghe này thật danh con. Nếu mày muốn thoát ra khỏi đây thì phải đi kiếm cho ta mấy món đồ này. Chú nhỉ mó ma. Mấy đồ nào mà nán giờ căng mấn quỷ mà. Đấy. Tìm đủ cho ta mấy món đồ này. Ta sẽ giúp mày ra khỏi đây.妈，那边卖关子哎！你要什么？啊啊！你要讲啊！你要什么？
然后我林东，你要什么啊？这样子关门哦，在这边说还钥匙，楼下生活老人给出的钥匙，可以让他在房子里打开房间。注意楼下老人的纸，楼下的关于老人要求我在这里找到自己类似的物品，以逃离这个地方。食谱的内容，人手指人家是什么的？哎，我要去哪里找这东西？鸡巴！我什么不求 ？OK， 我就室友可不可以走快两步？走快两步。第三章莫名其妙就来到了第三章 ，Holy shit！这样看来不是用在房间门了，是。喂，不用我。哇，这个有啊，这个有啊，鸡巴！他妈的，有拉回一点口碑了。OK，OK，可以，可以，可以。你以为他在里面冲出来，他就以为他会从里面冲出来了，结果是从你后面冲进去。啊，何时人呢？你看、啊、我回来他就不见了。哦，这间啊，你妈好黑啊，这里他妈完全看不到。哇，鸡巴呀！你妈个逼！佛堂哎，是你哦。我想关掉，要是佛陀的话，为什么掉在地上？别捡。一封信，生日贺卡 ，Happy Birthday 呀！父亲的生日快乐卡的内容，我真的关注亲爱的女儿，无论你多大年纪，我们说你将会是永远学到的小女孩。今年你的母亲开过业务，只有五年后我在家，终于回国，从几乎无头之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游戏，成为河内塔，让我们尝试玩它。游戏的目的将所有的光盘放在第一列，结果在比较小的位置顺序上。你把你女儿当公主，然后你送她这么 cheap 的东西。胖家谱，整个胖家谱就是第七代。继承同意，我们代表胖家族同意让家族的第七代孙子把阿尔先生继承把阿尔的四号是不是也传东号？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幸的是，那个旁物的整个家庭都没有留下意志，导致了国伟物先生的侄子的合法继承。把阿尔亚先生有意为把吴先生的家人双倍二十是所有人，为其家人他就不会接受，所以家庭负责任。把哐当，你像世界的手下，像是自己的人，你们欺骗皇室的方式以为我。但这很宝贵啊！不知道大概就是什么房产转移那边出了问题，他们被人骗了之类的吧。S 射线电影包，一个保安49岁跑步先生的 S 射线电影结果的磁带，电影也小，并且这个家庭想要保存假资源，他手指不见了的哦。你看他这游戏是不是有 bug 啊？啊？他妈啊！我真的我不想玩了，你知道吗？哎，但我根本看不到他那边有一个东西，鸡巴！我可以做好了，你才把这款游戏出售啊！哎呀 ，finally 啊，你妈个逼 ！OK， 谢谢你攻略，可以关掉发票。他安安先生一上发票，当然说下来，我只有5个什么，你这芝麻的总账单，哇，这么贵！你要是放着，你先放着，先上不完。他找人来这边驱魔嘛，然后还驱不成嘛，是不是？我没有对准嘛。Oh, OK， 关灯了。So fucking dark， 来啊，决一死战。是哇，鸡掰！他妈小便不关门，垃圾，快开啊！哦，三个呗，再来叫个白衣服的了。形状跟这样会有关联，我才攻击哦。
他们照片要全家福，他们站不起这个女儿的人，女儿的一岁生的。这里有一把钥匙，钥匙应该是这一个柜的吧？刚刚没有办法打开，这什么？有另一把钥匙，一把古老的钥匙，刚刚是为二楼异想天开房间，准备走，不，异想天开了吧？到哪里去？那就是房子，他们没有留时间。他记忆了，在那边靠，靠你妈三小啊！安静安静，呀，这样子过一个火机又没了。哎呦，这游戏，这边有一个忘什么东西，小黑挂一个玻璃罐，那个危机体，而且容器里头这边一个大锤哥。哦，是这里哦，工具房。在靠呗，你开一个罐，你要来一个工具台。Fucking genius！ 有一种奇怪的物体，一个奇怪的人，一个黑色，你看起来很糟糕，你这个游戏更糟糕耶。糟糕。流失的水吗？然后那种方式来使你刚刚得到的义务，不就暗了吗？啊啊！我看到攻略了，这也是没有办法洗的。我们要去二楼那个北楼关起来的厕所。所以刚刚那个门开是这个门开，是不是？这里必须有水，这里是一定有水。OK， 什么叫你自己必须有水？哎呦喂！Faster！ 然后呢？第四章结束，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哎，好玩，这游戏好玩，进度真他妈快 ，Nice game。OK。这是什么？这是你妈的逼啊！直接罐子里面奇怪的，这是切断的手指。OK， 阿北切断的手指。Hello， 我找到端子哦。找我？爸哎，找见到木眼钉哎，谁啊？就见我木骨击西药。看啊，点啊？啊，你是要看几久？我谂唔到，你就尽你无奈，就继续工作同埋你。OK， 拜，又要回去背起来了。旧钥匙，楼下生活导员给我一把钥匙，这回两个会打开。又一把钥匙，还有什么门是没有开？左转这个门。OK， 好黑，太黑，我必须拿出打火机。哦，突然间又出回来了，夹塞啊都。哟。那个男人可能是两个人之一的集团在发生什么怪事情，不知道。快点玩完，快点去推飞 ，OK？ 第二张照片是女人，也是两个夫妻。哇，你真聪明，鸡白！我要放这里吗？男左女右是不是？这位。出来啊！商业杂志截止1994年7月的报告显示，该业务不是很积极。然后呢？贷款请求保证银行借钱的声明，贷款人是不替端夫人这一类的，但是被银行拒绝借钱，然后被拒绝。OK。然后我想要火，也被这个火机拒绝了。这里全部都是裁缝，是不懂什么鬼来的。要不要讲大声的说嗨？这样照理来说，我要回去楼上喽。现在剩下这一个门。每次到黑的我连走黑的水只带一趟鸟龟的被找下去跟别对呀，这么是我有找的呢。我见灯
Cô cứ cố gắng cho em nó uống những thứ thuốc trong lọ này, tình trạng trầm cảm sẽ nhanh thôi. Mà mà biết hả cha vẫn nói thầy dùy chân mà. Có điều, những loại thuốc này chưa được hợp pháp cho lắm. Cô nhớ giữ kín chuyện này nhé. Cô biết rồi. À này, còn cái khoản tiền mà cô muốn vay bố cháu ấy. Cháu sẽ về tác động với bố cháu, chắc sẽ ổn thôi cô ạ. Dù gì hai gia đình rồi cũng trở thành thông gia thôi mà. Đúng đúng. Thôi à, mama chẳng chỉ là mai nữ ơ. Còn thằng sinh viên nghèo kia ấy. Chứ giờ là thằng mama yêu bà nữ gia kể thằng mình gia, rồi yêu thằng mình gia chia tiền mà, vì. Chia 1亿。未标记的药丸，一个未标记的小瓶，没有任何说明。手写处方：白色药丸放后两次，绿色药丸醒来后一次。黄色药丸就要看到，我看觉得没。乱开药啊就。然后，这里是客厅什么之类的吗？找到打开冰箱门的方法。嗯，剪刀。不要跟我讲是用剪刀，我会哭哦。这游戏不是吓死我 ，OK？ 你这边这么一大把钳，然后你跟我说打不开 ，Nice。What is this？ 敲棍 ，Nice。下三小，我受够了 ，OK？你知道我出道去还没有过两个小时，我一定退费，我没有骗你，我一定退费这一次。应该可以找到牙齿吧？这里。三小。啊，又是解谜啊！越来越多，难题中的隐藏解答，打开哪扇门？哎，谢谢你呢。那么三小。尸体中提取牙齿吗？找到拔牙的东西。还有哪一个房子是还没有开过的？我们应该要去开新的房子先。竟然是开这里。然后呢？有一个小庙之类的吧。不要再笑，我心很累，看来这无法用厕所。剪刀。又是一个娃娃，女人玩具小刀像玩具，看起来特别懂。年纪有在玩这个，因为以为是什么？然后这边有一个问号，乌鸦嘴剪，专门设计的剪子，或者对对对，我听。唉 ，What the hell？ 我要去找他是不是 ？OK， 黑猫的尸体，然后呢？哎呦，真的，唉，你很辛苦是不是？我也很辛苦啊！你妈的，牙齿。刚从冰箱里的尸体就那个鞋，让我离开这里。OK， 是时候去找阿伯了，是不是？阿伯，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阿伯。bác ơi， cháu tìm được thêm chiếc răng rồi ạ。哇，第五张了 ，Yes！ 哇，太好玩了，这游戏真好玩。他妈终于讲完了，啊不是开玩笑，也完全没有目去玩这个游戏。你看他妈自己又在飘移飘，你妈问我在干嘛？可以进，来对地方哦，来了 ，what？ 有东西，讲蒂安 ，hello，hello，yes， 我听到了这个。Yes, Hello， yes. 提安呢？我刚刚在想，我刚刚看到嘛，就是我刚才没注意到。
店员传真手写文档，证人死去了当晚，当晚发现被年轻人的这个女儿一起被吊死在房间。经查到这时候你是你的情人，发到了，发到二楼了，证件文件要求不要道歉 ，OK？ 情人，我受够了。Nice， 拿了。我给他讲。萨满的建议，这所房子被死亡所拥有，引起整个家庭死亡。即使没有停止学而妻儿，就是将死亡是女儿讨厌父母，所以要告诉两个人名字，死亡一次，死亡杀死了他们。比如说你现在必须将女儿棺材放在墓边，而他们不但是将你接受，必须将女儿身体毁坏，然后将这个衣服女儿死，然后是父母害死的，是不是？这样。然后呢？另一个玩具指手指是现在我就可以跟这些玩具手指有一些关系。咋了？那边有东西啊，吊死在这边是不是 ？OK， 这个。哇，一枚 C4 丢进来了这里，这样阿伯，头发，哇，通关了各位，耶！Mylin， 啊哈，大学，然后呢？你王八蛋在那边干嘛？数学老师，敢是数学老师，我还没有走过去就想骗他。听 em nói rằng gia đình em có sự tác động dẫn tới việc bạn Long bị buộc phải thôi học。Em có biết Long là sinh viên ưu tú của trường ta không? Chỉ vì cái chuyện riêng tư của em mà làm ảnh hưởng tới tương lai của cả một con người đấy. Em về nói chuyện lại ngay với gia đình đi. OK, 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回去继续抓着靠，是不是？应该挂。哦，是哦。夸小啊！他妈是我妈白痴，又不是我鸡掰。然后学校又给压力他，哇！你看这群王八蛋，这样。太感人，这个爱情故事堪比梁山伯祝英台，各位，我要给五颗星他们，太棒！阿北，你要的人偶套装我给你带来的 ，OK？ 牙齿、头发还有什么？老二啊，不是手指。Hello， bác ơi， cháu tìm được lọn tóc rồi ạ. Chắc biết bọn là bác chưa? Yes. Cuối cùng thì ta đã có một tin tức. Từ khi mày quay nhà đi. Ta chưa sợ mồ bà. Công việc ta sẽ gọi mày.我现在回家哦，应该不是来这边啊。对啊，应该是要回去我的那一个房子啊。啊，感觉就被利用啊！妈的，死老不死。然后呢？也没什么特别嘛。然后呢？还是一样啊。回去很久，可能没有听到老王消息。我必须去检查他的房间。OK，Let's go。哎，还是那句，你应该给我一个宝剑嘛。真是感觉在拖延我时间，我没有在开玩笑。哎呦 ，What's up？ 着楼了啦，人家向灵魂祈祷老鼠死的每一天，你都必须参加一个献祭仪式：一头猪的头，一碗猪血，一盘白色米饭，一杯加米酒，酒中放着啤酒橙跟一百支香烟，外边但是上面是我想取决一位居住的人。如果交了就绝对不成，一头等会记录你的。如果坏死人，哥都给我留点留点点。OK， 一本破烂旧书里面写过什么的？为什么不可以干？第654，但是这个把罪犯的人怎么可以逃狱？这是某些人用了生化方法，不是作为证据的。那个，首先，受试者需要使用物体的受害者甚至是解释官，他们因为受害者其实无法获得他们这个奖，要让被拘禁。
没有人会一直追他，对吧？本来就利用我嘛，时候就有身体被摧残，打电话的时候，一个就在我就点一个就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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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是还有一个房间还没有开，楼顶嘛，是不是？嗯，下面还可以开。关于死亡设计的意思，它是带有红色的有白动物啊，哎，我已经很难看了 ，OK。有没有兴趣的话，你们自己暂停看。又一瓶药，是他给那女主吃的药嘛，是不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哦。我们要去那个顶楼还没有开过的房间了。你一个尸体在这，然后呢？没有别的了吗？哎呦喂！滚开 ！What？我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触发？哇，还有什么东西我是还没有触发的？啊，你要吓我，你就没跳出来吓我呗！哎呦，可能我破到一个 special 结局 ，OK。然后这款游戏，我不管要怎样讲，它美术风格很漂亮 ，OK。然后分 game， 那么它翻译分，然后它走路分，然后它 logic 分。我不知道你要我给这一款游戏最好的一个评价，就是它的美术 ，OK。它的美术的确是挺不错，然后其他一切分 ，OK。我不玩了，我要去退费了。